提升品牌价值叫响川字号。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金字招牌，我是主持人依依。在这里我们与您一起寻找四川优质农产品，关注川字号农产品带来的绿色经济，探寻他们在市场上的成功奥秘。我们国家从2011年起，鲜食葡萄的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葡萄生产大国。在四川彭山出产的葡萄，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葡萄评比大赛中已经先后斩获了10多个金奖。而彭山葡萄喊出的口号就是征种中国最好的葡萄。是什么让彭山葡萄火遍全国？彭山葡萄的底气和信心又在哪里呢？夏季来临，骄阳似火，各种水果轮番上场，水果以其独特的口感欢迎人们的味蕾。在我们的味觉体系中，酸和甜是从水果中最常捕获的滋味。在一颗小小的葡萄里，这两种味道被巧妙地融合，包裹着各类葡萄带有的芬芳，在夏日里为我们带来奇妙的口感。因此在水果江湖里，葡萄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除香港和澳门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基本上均有葡萄的种植。葡萄已经成为中国分布最为广泛的果树树种之一。从2011年起，鲜食葡萄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世界葡萄生产大国。提起葡萄，大家会首先想到新疆，因为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新疆被誉为是国内最适合葡萄种植的地方。而在四川彭山的葡萄，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葡萄评比大赛中已经先后斩获了11个金奖。曾经这里被专家认定为不适宜葡萄种植的地方，可如今彭山成为葡萄产地新贵。彭山葡萄的种植面积已经接近了3万亩，而彭山葡萄还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行走在彭山葡萄种植园区内，大棚里晶莹剔透、浑圆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这些葡萄还在枝头上就已经被预定一空了，马上它们就会被采摘下来，发往成都、长沙等地。今天的工作安排是先把就是有一些太阳晒焉了的果果呢，先给它绞了。今天有一个老板他要了80筐，10点钟之前要给他打包好，他要过来拿。这个有条不紊正在发号施令的年轻女孩，是彭山公益镇紫田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何玲。她的家庭农场在今年彭山区10家葡萄园评选中，从1000多个家庭农场中脱颖而出，被评为1等奖。要通过评委们严苛的审评，葡萄园区建设葡萄果形口感都必须要出类拔萃。紫田家庭农场种出的葡萄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这一片有28亩多，是我们的红提。哦，它已经成熟了吗？成熟了。今年子，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即将快要上市了。今年子我们的水肥管理啊，那些都比较好。你看嘛，这个果子的均匀度啊、颜色啊那些都很鲜亮，都很好。颗粒比较饱满啊。就是。美丽的女孩在葡萄园说起种植技术，头头是道，打理订单生意也是得心应手。在何玲身上，让人对果农的传统印象有些颠覆。这个年轻的农场主来到这里种葡萄，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而他与彭山葡萄的渊源要从一个小小的心愿说起。我一开始是做服装的，就是一个机缘巧合，跟朋友到这边采摘嘛，然后一走进葡萄园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哎，要是自己也有一片这个葡萄地，
多好的，然后我又比较懂销售噻，然后认识人也比较多嘛，人脉也比较广，然后我就想，哎，过来，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心仪的想法，然后我就想带到这个中来。何玲家的葡萄园位于彭山公益镇，这里连同观音镇、五羊镇是彭山葡萄的主要产区，远远望去仿佛绿色的海洋一般，望不到边际。彭山公益这边觉得离城也比较近嘛，交通那些也比较方便，然后还有那个时候政府的那个也比较支持农业这一块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彭山葡萄还是比较有名气噻，说起彭山葡萄大家都晓得这边葡萄品质口感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到这边来的话，还有这边就是形成规模了嘛，都比较成片，然后大家都晓得，比如说人家那个批发商那些一说到哪儿去买葡萄都晓得，往彭山那边走，都晓得这边的口感好。如今收获的满园葡萄蕴含着何玲一家几年如一日的艰辛和坚守，更得益于一套标准的葡萄种植和检测体系。像我们彭山这边嘛，我们这种家庭农场有1000多家，然后种植都是比较规范的，用肥呀这些都是水肥一体化，都比较规范。就像我们紫田葡萄嘛，都是比较生态健康绿色的。我们的葡萄都不用浸泡，就是用水冲一下灰尘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会在结果之前嘛，就做好病虫害的防范，然后在结果的时候都是不会再打药的，都是绝对经得起检验的。像紫田这样的家庭农场在彭山有1300多家，彭山葡萄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亩，每一种葡萄成熟上市之前都要拿到镇上的农残检测站接受检验，这里是保证彭山葡萄金字招牌的一张底牌。每一项指标从省市到乡镇都有严格的要求，而要通过这些检测，从葡萄种植之初，在田间地头，从覆膜蔬果到给肥用药都要严格控制。在这套严苛的标准中，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这套标准的创立者和推广者，彭山的葡萄大王杨志明。哎呀，啥子葡萄大王，我们只是喜欢种葡萄而已，而且把我们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我们的广大股东分享而已。这个在镜头前谦逊且略显羞涩的资深农民，是彭山最大的龙头企业果怡葡萄的。慢慢叫响业内。我们这个天上有大棚，地下有地膜。我们这个地膜的作用呢，主要是现在是有几个作用。第一个是膜下滴管，地膜下面是滴管管。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可以我们的水肥都可以通过这个滴管管，然后输送到我们的葡萄的下面。这样子薄膜，由于有薄膜覆盖过后呢，它的就是水肥的利用率会显著提高。除了地膜和滴灌系统外，这个基地还处处暗藏玄机。彭山葡萄质量上乘、连获金奖的秘诀，就是靠眼前这个堪比标准化工厂设置的设施——避雨大棚。因为我们的葡萄，最怕雨淋，在我们四川这个地区呢，它的就是降雨量比较大，降雨量比较大，等于是病害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的葡萄感染的大多数是真菌病，还是靠雨水传播的。然后我们盖上大棚过后呢，就切断了雨水，切断了病原菌的传播途径。这样呢，我们的葡萄就不生病了，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保障了我们的葡萄的食品安全。这里的大棚配置有小气候自动监测系统，可根据实时数据调节棚内气候。有了它，这里就是四川的吐鲁番。从大棚到滴灌，就连地下的土壤都会采用秸秆粉碎还田和施加有机肥来进行改善。这种高标准高科技种出来的葡萄味道
究竟如何呢？咱们都知道彭山的葡萄好吃，而且啊是名牌，但是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彭山的葡萄好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专家，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彭山葡萄好在哪儿。其实葡萄的品质呢要分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它的外形。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它的外形，对不？这个也是看长相的时代啊。对对对，看外形哈。这个外形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呀，我就觉得它很饱满。它要有一定的商品性，第一个感官要很美。这个穗形就很饱满。穗形饱满。颗粒很均匀。还有一个是亮度很亮，这个品种是叫阳光玫瑰。是。亮度很亮。对，感觉像是一颗那种绿翡翠一样。对对对对对。彭山葡萄品质优良，风味独特，上好的葡萄紧实光亮，果汁多而浓，每一颗葡萄薄薄的果皮下都酝酿着甜蜜的惊喜。除了看葡萄的外形，还要从色泽、香味和口感上综合评价。我就先尝一下这个最好看的阳光玫瑰啊，这个要体现它的香气和糖分的综合协调性。这个葡萄入口非常的脆，就是牙齿咬破这个果皮的时候，可以一下子感受到这个葡萄汁儿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味道，而且就是入口会有一种真的是有玫瑰的这种很芬芳的气味在口腔里回荡。这个阳光玫瑰真的是我觉得在所有的品种里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品种啊。现在它还没有成熟，如果十天以后你来吃的话，我相信你会吃到天堂的味道。葡萄中富含有花青素和类黄酮，这两类物质都是强力抗氧化剂，对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有很好的对抗和清除的功效。葡萄在预防衰老的方面作用显著，不仅能减少皮肤上皱纹的产生，还可以缓解老年人视力的退化。老话常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葡萄皮中的白藜芦醇能够帮助人体降低血脂，增强免疫力。其实品质这一块代表还有一个是大家看不到的。哦，看不见的。对对对，看不到的是啥子，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彭山葡萄这一块呢，通过了很多年的规范化的就是品种害的防治，和我们大量的采用的是 BB 栽培，减少了70%-80%的农药使用。不管这个葡萄是再好吃再好看，只要它不安全，一切都枉然。杨志明对于种葡萄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了近30年，为了把葡萄园建好，把葡萄种植好，杨志明更加努力地自学种植技术，还不断地引进先进设备，对葡萄园进行改造。2002年开始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进来，然后进行了 BB 栽培。我们一定下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四川成都平原这个地区不能够种作优质葡萄的历史，一定要结束这个历史。所以当时我们是痛下决心，到了2003年、200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通过 BB 栽培的葡萄在市场上就简直就是供不应求，这给予我极大的信心。随后杨志明的葡萄产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如今不管是走在公益镇马林村的小道上，还是走在观音镇果园村的小道上，成片的白色葡萄大棚一望无际，十分的壮观。古邑呢，现在的面积呢有5亿多亩了，产值呢大概在1000万以上了。给彭山，我们整个彭山呢有2-3万亩葡萄，产值已经达到5亿了。心中一直有个执念，就是要种中国最好的葡萄。虽然说我们离那个目标还很远，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现它。地处成都平原的彭山区，本来并不具备最佳的葡萄种植气候环境，但是通过彭山葡萄产业标准化的两招制胜棋，不断加快品种良种化，不断推进种植技术集成，
让彭山葡萄品质提速，种出了中国好葡萄。有了好产品，品牌发展自然要跟上脚步。一年年下来，彭山成为南方葡萄避雨栽培标杆性产区，涌现出果怡、绿意、紫红源等葡萄品牌，其中尤以果怡影响较大。每年盛产期，彭山区都要举办葡萄采摘节，以节促油，以油促销，以销促头。每年主办方专门组织群众开展文艺表演、品酒祈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都要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现场采摘。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就是做好这个品质和品牌的进一步的打造和提升。在品质上呢，主要就是围绕就是的中国最好的葡萄，再就是的技术、管理和就是运气。风味独特，酸甜适口。现如今有了高新科技和设施农业的保驾护航，彭山葡萄的品质稳步提升。当您尝到一口甘甜的彭山葡萄，会再次忆起儿时的味道。这是彭山的果农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就是要把健康甜蜜的味道传递到世界各地。寻找优质农产品，传播品牌正能量，金字招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